拿到剧本后，我才知道连角色的名字都和自己玩。赫斯提亚为大地带来了希望和智慧的种子，但真正让大地复苏的依旧是人类自身的双手。革新的女王和哪怕故事的时代和现在相隔很远，技术的革新依然是人们建设未来的关键，不是吗？生命最初的记忆是一片孤独的幽蓝，